国宝级客家三国太史齐木真，初辈下主专家诶。先生嘅木卡人，今日下主同其送转新竹县富桥乡嘅神明岩起很石殿堂。下位非主席杨崇镇，今日新岩乡。先生嘅木卡人讲，高片石委托高天岩嘅营业条件行。你客家委员会哈，已经呢，乡镇专业去向总统府啊哈申请，颁发哈一个国家的保养林哈，来保养你啊七星山啊，也代表你国家哈对佮肯定。长高庄的千夫百战，就我背堂啊，喊出来是了都。那都后生辈的，我唱歌本老师弹啊，因此各国之家是报名的啦。我就按那方法当好了，本来就是爱闹热当闹热啦。那是安样，可能是安样决定啦。齐先生给木卡人讲，先生的高片石委托高天岩的营业处九级行，董事长委系请文贤用闹热的方式来接盘，问各界亲戚朋友来送木振贤，年神的。亲密一团路。